你哋点睇啊？快啲啊！冇时间，咪冇时间打。快啲，快啲，比尔 ，come on！ 你买边个？如果就嗱就咁睇，一定系哇第二嗰、那个。而家242，大家点睇啊？242道具。但由于经历过头先嗰个临尾十秒啊，系咁放招皮咧，我有啲我都即系我终于明白到呢个游戏系唔可以咁早落注。我真系唔可以咁早落注啊！屌佢老尾，佢临尾我头先嗰场临尾十秒买，但系佢临尾五秒咧疯狂落招皮，扑街！但而家万八好稳阵，哇！点解黑猫有人买3000，咁都有人买咩料啊？喂，唔系喎，可能黑猫先系嗰啲大鳄嘅 target 喎，佢就系先做个假象，令你觉得黑猫话垃圾，跟然后临尾五秒系咁泵嗰啲卜嘅卜落去，跟落飞档，头先咪跟落飞档咪閪咗咯，就28，我而家暂时好稳。Unsend， 哎呀，依场屌呢场冇得输啦，大佬352，等先，黑猫可以无视啊，基本上。阿 B 而家阿 B 喺度，等先，喂，唔系、啊，喂，唔系、啊，474 ，yes yes yes。中嘢，10万订阅啦！大家好，即系我而家幻想紧我喺呢个 YouTube Friend Fest 上。大家好，我哋有请10万订阅嘅 Tickly。大家好，我终于做到我辛苦咗十几年，有谂起由六七年前由拍怪诞开始，我而家喺上台啲发表演讲，点啦？大肚唔会赢到，要你收皮啦！咁撚多招，喂唔係喎，成呢個我信 KFC 啊，大佬肯德雞，喂唔係喎，屌你上 go 馬良烏媽咩啊馬良，但係喂唔係喎，但係佢色好似有啲弱喎。你有冇留意到第二名咧？頭先臨尾嗰幾秒幾撚多負面道具，有冇睇到啊？起碼十幾個，即係每樣十個都有啊！臨尾你再睇翻重播臨尾嗰幾秒，你睇下第二名嗰個地不衝個幾上，哇！但係佢腳雞真係，哇！屌你啊！只雞可唔可以生性啊？喂！哎死啊死！哎大桶加四，哇！叮當碼頭啊呢、這個，你為咗唔俾我十位，得掂 ，yeah go 贏啦！唉，搞掂舒服啊，贏咗。即系我咁，即系终于系靠自己成功，系靠自己眼光赢马，即系终于明白点解啲人咁中意赌马。哦，即系点解我死鬼老豆咁 Q 中意赌马，就系吓，靠自己嘅眼光。你睇后，你睇下第二名，而家仲系成身紫色啊，紫气东来。好啦，咁都输，我睇讲，如果咁都输，我马上再开条直播向 Yahoo TV 道歉啦，即刻认衰仔 ，OK。我话然后除晒衫喺弥敦道跑三个圈，喂唔系先，都系唔好讲，哇唔系啊，都系唔好讲啊咁尽，有啲唔对路，喂唔捻对路啊，喂，头先讲嘅嘢系唔算嘅 ，OK， 喂唔捻系啊，哎大捻镬，屌你！点解咁都可以食？咁都可以衰？喂，唉，臭鸡！唉，冇啊，输啊！喂，烧皮做位啊！最后一队，唉，最后，喂，三米住马定，啊，好戇鳩啊！屌你老味，我怀疑，我今次系直接怀疑官方喺后边做手脚，我而家唔系怀疑大鹅喎。我系怀疑官方睇紧我直播咧，佢系特登操控我，低能噶。哇！咪头先临尾取消咗，头先我系完全占优势嘅情况下，我系取消咗个赌约嘅。OK， 我临尾你留意翻，我系临尾系赢咗，仲赢紧十几圈嘅时候咧，话多谢赌你先。我系赢紧十几圈嘅时候，我系取消咗，所以其实头先个赌约我宣布唔算嘅。啊！再唔系咪开条片道歉咯？系我哋做得唔够好，系啊，好对唔住，系我做得唔够好，好对唔住，系我表达得唔好，好对唔住。